聊电师啊。想到一本兽诀啊，一本兽诀壁垒击破啊。一本高阶战，可以确定的是一本高阶战，一本高引，一本高反阵，一本高阶战啊。这旗子啊不太专业，飞鹰符没有啊，现在有点慌啊，不过希望这个服气不太火爆，我们就还有机会。这家飞鹰符都不太好买啊，给陈武帝战队招人啊，不着急了，抢这个小时抢到了四本兽诀，完成了任务。我看这个区的样子不像是道人有人抢的那种。我操。先买星辉啊，咱们把系统消息关闭，都买星辉啊，一个两个三个。